西部地区的平埔族群转移青垦埔里盆地的浪潮。汉人呢，本来就是保有华南的水稻经济文化，所以他们就跨了这个优势呢，还是就把土地权就变成个人化。而平埔族群屡屡越界，原住在埔里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那搬进来就会跟我们当地的原来的族群啊，就是埔寿群跟梅寿群啊。也又展开了另一次的土地竞争跟挤压。原住民在不敌武力的入侵下，平埔族群就此开垦居住，其中有四个社群、八个聚落的平埔族人落脚在埔里的牛眠山下。两三个小时，锅铲不能停止搅动。炒熟之后，必须趁热把干炒过的糯米压碎，再跟煮过的猪肉配料一起放置瓶内，腌制一周后蒸热即可食用。要不要酱油膏？我们当然。这是在埔里镇的牛眠里活动中心，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新年。全社区陆续出动族人制作传统食物，就是腌肉与糯米酒。以前你都叫你们自己叫嘎哈布吗？嘎哈布，对，嘎哈布就知道自己叫。知道啊，知道，怎么不知道？不知道是喉咙，就不会讲台话，都是讲原住民的话，就是讲嘎哈布的话。后来日本人呢就不准我们讲话，讲那个嘎哈布话。清治时期开山抚番的政策，让大量闽客也往埔里盆地移入，汉文化在当地强势进入。属平埔族群的嘎哈布，百年来随汉民族过新年，但从未放弃自己嘎哈布传统上在秋收月圆时过新年的习俗，而这个节日已经固定在每年的农历11月15号举行。以前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会过两个年？以前只是会有疑问的，啊，人家都过一个年，为什么会过两个年？但是后来也听说，因为原住民也是过两个年啊，所以说后来就觉得说，哎，那也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因为我们今年哈做比较多，我们今年这次活动，咸的就做1000块，甜的就做500个，对，所以今年的叶子的需求量要更大了。所以现在其实你们办这个活动，现在很难得很多男生一起来砍哦。对啊，是百年难得一见。而且还有老中青代表。哈哈哈哈哈。他们都往那里啊，两个要做贵啦，做贵啦，要做几箱钱啊？几箱钱？比较完整的那个破的就不要了。采叶子原以为是件轻松简单的工作，不料却搞得最复杂。因为香蕉叶被前次台风吹落，自来水又因工程停水，现在只能接山泉水来处理叶片。
古早以前，你看古早以前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跟别的一起办了，我们只有我们这个村庄自己办了。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协会成立的时候，以后才一起就轮流去办，这样慢慢的找回来，这样只有那个时候才大家愿意就是把心敞开，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展现说我是嘎阿姆，我是就是我们讲的戏神欢了，这个是好像永远都改不了。当地人自称的四庄番由来已久，但在道埔里地区也不是人尽皆知。清治时期，由丰原、神冈、新社一带入迁埔里盆地的八仔族与噶哈姆族，在梅溪沿岸形成聚落，就是现在的牛眠山、守城份、大南、五公仑四个聚落，就是现在所称的四庄番。埔里的平埔族群啊，他们对番的并不是排斥，他们只有那是他们的原来的称呼哈。所以他们开垦的时候是从道光三年开始，那分批次的在这方进行大规模的开垦。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以社群为单位的。那慢慢的呢，因为他们彼此都串联，所以后来是跨社群的开垦，所以就形成了埔里，就变成了西部平原移垦进来平埔族群的新的原地，也就是他乡变故乡。阿拉贵是过新年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最重要的食材是艾草。艾草具有独特的香味，民间流传它有辟邪的作用。在这里，这茎啊，这就是个材料啦。爱三过，加迄个粉，加是加白白，还佫含一挂糖来加。这是这种诶香料，什么草啊那些啊，香料啊。香料，哎呀，叫做香啦。这叫啥？香啦。香。哎，大概就这样咧。阿拉粿啊，迄就是爱用这啦。而且做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禁忌在里面，就是如果有亲朋好友、亲戚有扶丧带孝，我的妈妈从小的给我一个，常常会提醒我，常常会你要是有那样的人接近的话，你怎么蒸都蒸不熟，还有就蒸了老半天，奇怪打开来就是不能吃这样。当有那种。蒸不熟的时候，都是过了以后就赶快再去采这些艾草，类似好像辟邪的东西，再把它放在那个周围，好像那个状况就会解除了这样。这一年是由牛眠社区轮到主办四庄番的联合过年。不过牛眠还是要办理自己社区的新年活动，加上汉人习俗的新旧历年，四庄居民每一年都要过上好几次新年。不变的是，农历十一月十四号这天晚上是过番年祭祖的日子。道教的那个为主，而且是南禅堂祭祀是没有拿香的。牛眠山的祈祷就是用回忆的方式去讲述了，怎么样把这个传统，过年啊，这个祖灵祭，怎么样举行哦？本身比较独特的就是保有它原来的食物了哈。那，族人会把最好的食物好献给祖灵哈。那这样的食物里面，也就本身就是。我们牛眠山平埔族啊，不管是八仔或者是卡阿姆啊，他们的集体的认同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民族标记的，好，也就是整个在饮食文化上面里面哈，然后他把这个饮食文化跟我们的祭祀跟我们的宗教哈，跟我们祖灵信仰是结合在一起哈。谢谢我们的前任理事长潘英玉，潘理事长，在这里我们的现任理事长哈，是刘俊元。规划筹备安尼的过年，啊，真欢喜，搁遐济族亲，不管是外口，啊，是咱在地拢遐捧场，啊，拢来甲咱参与。我相信咱家下辈文化，甲咱的语言，伫咱大家的支持，甲大家安尼有阮的族亲安尼足认真伫学安尼吼，我相信咱的家下辈会继续伫咱的平埔族群内底，继续互咱无啦，袂互咱大家失望。啊，将咱原住民、咱平埔族群的咱的文化，一直发展落去。在我们的噶哈布族语，其实它也有族语的，它叫马扎朱啊，好，马扎朱啊就是走标。那这样子的旗子，这样子的走标旗，它的族语名字叫包巴。在日据时代，有一些也会把你压抑住，不让你有一些庆祝，但是私底下就是村民就自己会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有在走标，好，就有参加这样子的活动，一直到长大。但是小时候拿的第一名是洗发乳，第二名是沐浴乳，第三名可能就是一些牙膏啊、洗碗巾啊什么。这小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会跑得很开心，反正反正就去参加嘛，村子办活动我们就去参加，然后有奖品可以拿。每一年跑，每一年过年，我甚至我在外面工作。回来穿着皮鞋也是跟着跑。哎，拿个金鸡，一些就好了，一只也可以，拿个金乌代表通过就好了，一只就好了。抓一把。这个是金乌、哦。嘿嘿嘿，对对对对，代表是有通过这一点这样。
你拿到这走标旗，就代表你是部落的勇士，对，然后就可以拥有以后晋升为长老的重要资格。那在以前的习俗来讲，甚至说你可能那一年是部落的勇士，你可能看上哪个部落女孩子，你就可以把她娶回家。那在传统的习俗里面，就是他当年他得到第一名的走标旗，我们晚上就要去他们家牵田唱矮宴，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得到第一名的，他就要招待全村的人，好，因为以前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我们家可以拿到这么重要的锦旗。的孩子林玉祥，第三名吕礼斌。围着火炉唱矮烟是过年的重头戏，所唱歌词是描述嘎布的起源传说。早期每到遥想祖先的这一刻，大家都保持严肃，甚至有的不禁潸然泪下。精神的时阵，都已经遐啦，已经咱都伫另外一个所在去遐啦。啊，所以都伫迄个时阵发觉，就是啥物怎个意思？就是讲，伫迄天的时阵，就是咱的少年，啊，少年是拢会哭，对无？吼，拢会想。啊，所以较早阮伫做这个节吼，那到做甲山底挨烟，拢落雨，拢落雨。吼，较早吼，迄天尾拢知影咱的心酸，知影啥物？啊，因为即摆人吼，较无底下啊。这个歌谣也是我的脑海里面，我的妈妈一直从小抱着背着大的，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就是这一首。我也把这首，我带孩子的时候，我能记得这个摇篮曲就是那一首。但是我们都是很安静静这样，安安静静的一个围着一个火炉，边唱歌边唱我们的古谣，矮烟，边有时候被这边沉思今年的，当然最主题是怀念祖先，啊再来就是沉思自己的在那个一年里面你的作为，然后对将来你的期望，
就在一个类似在慢慢的又就是慢慢边喝酒嘛，边喝酒就是在那种气氛里面就把那一年就那个仪式就过了。啊，过庄就是讲，那过年，阮就十一月十五过年嘛。哦，阮的饭啊，从十一月十五，那起来的时阵，那阮阿姆大先起来，就伊煞大先看。啊，那阮妈妈大先倒遐，伊只若起来吼，阮门拍开的时阵，就开始看伊安尼吼，啊，只就安尼吼，啊，就阮阿姆就摕去藏。哦，我妈妈就起来吼，伊这边就搁看伊倒过去安尼啦，讲吼，知影啦安尼啦嘿。阮这个开始做，就对阮大南教会开始做。阮阿舅就开始的，过年的时，迄阵的时了，就过年啊吼，都连旧历的嘛做啊啦。都，阮拢去拜顿山，转来了，阮就开始啊，开始去逐户拢爱去讲，逐户。传统上祭祖的鱼是用徒手抓的小鱼，因为小鱼不好抓，嘎武称作是最小的大鱼。去年一只都没抓到，这次试着以传统徒手改变河道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有所斩获。那个口述历史里面去慢慢去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说的大鱼就是那么小的鱼，因为越小的鱼越难抓，越难抓就是你能够抓到，表示说你的功夫越厉害。不是说钓到一大鱼，就是表示说你的功夫厉害。因为大鱼在以前的溪里面，反而是说那种大，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大鱼的，另一方面是说那种大鱼来讲，就是说可能抓来讲比较好抓，目标比较大，小鱼就很小。前面的拿来塞住就好了。就是说它在祭典里面就是有这个部分都是要准备的，就像说我们。祭拜我们的祖先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年节要什么菜的来讲说，那都是有它一定的意涵的。那在嘎武的文化里面也是有这种意涵。那我第二条枪旗，我大，我在进攻，大，今年第二条大鱼。日据时期曾把噶哈姆归类在八仔族，噶哈姆有很长一段时间努力从八仔甚至从高度汉化的影响中证明自己是噶哈姆。我们很努力的想要保留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语言，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很感谢黄老师美英姐向圆明会申请了我们的语言附赠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有师资训练，有教材的编辑，我们还有生活绘画班，
还有教会的学习班。在四庄许多族人口中的黄美英老师就像是噶哈捕之母，没有她早年积极推动噶哈捕复振之名，就没有今天的噶哈捕。不敢当，我看到我来这里18年哦，从地震前一年，我也没想到我来这里副地当哦，所以我是歪打正着，然后我在四庄，我在大四庄学习，就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看到哈，看到一年比一年，几年一个比几年哈，一年比一年好哦，我真的心里很感动。自从族语歌谣、生活绘画班等族语教学成立之后，噶哈捕的长辈慢慢找回对族语的记忆。一开始那些老人越久没有讲了嘛，可能一句两句，我慢慢叫他就慢慢回到他的小时候，后来老人就可以用全程去讲。我的爸爸是可以全程，我小时候我也不懂，他带着我要去街上，碰到隔壁村子的同年龄的，都可以停下来一瓶米酒这样喝，他讲的话我就听不懂到底讲什么，就是噶哈捕的母语，就从早可以讲到晚。在心那一宿呀，一宿呀，开妈妈怒，噶巴嗦。其实从歌谣里面认识字很快，所以呢，我们就从歌谣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唱的《生活诉说》，那里面呢有很多的文字，很多的单字。其实族人从这里面开始，我们会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去拼凑。族语是大家一个字一个字拼凑出来的，看着这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在舞唱他们的歌，唱的舞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练习的。老实说，他们常唱一遍忘前面，后面忘了词却又忘了动作。即使如此，我们仍被这群老了要找回自己的噶哈捕耆老受到感动。而嫁为噶哈捕媳妇的指导老师王素慧也早已融为噶哈捕的一份子。以前他们不讲的，我刚30年前我到嫁来大南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觉得翻，他们绝口不提，甚至以前我们噶哈捕的一些的文献也会被我们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家，他们觉得说做翻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那些资料全部把它烧掉。在我们30年前的时候是呈现这样，可是后来我是觉得啦，很多的学者，很多的学者，包括你们这些媒体人员，一直在唤起我们对噶哈捕的一个文化，也唤起了我们寻根的那个力量。他就是在说，噶哈捕就像高岗上的小白花。拉拉经过了风吹日晒，那我们依然屹立不摇。宝贝宝贝，伊妈马哈拉雅古。宝贝宝贝，伊妈白秀，吉伊姆伊姆，娘妈阿布阿布安。伊姆吉吉溜雅古姆布扎蒂尔顿，伊姆吉吉溜雅古阿扎扎盖蒂尼姆阿达安。塔吉塔埃，拉雅古阿，希纳乌雅嘎。Hinau yak ni kahabu, hagezeng asau ka, maka takhek u kahabua akan maki kina baza baza. 郑浩宝记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部落，从事推动文化传承的工作。他以自己在部落10年的体验，写了这一篇以噶哈捕语创作的新诗《祖先的呼唤》。并入选为104年教育部原住民族语文学奖，
像郑浩这样的年轻人会讲噶哈巫语的屈指可数。噶哈巫虽非官方认定的原住民，但他们仍然为族语留下重要的记录，陆续出版九节教材与分类词典。九节教材，然后那个教材其实在当年就是除了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之外，42个语言别之外，还有两个族群是非官方认定原住民，但是一样有出这样的教材，就是属于八仔族跟噶哈巫族。分类词典除了搜罗九节课本的词汇，更保留了长期为噶哈巫语努力的潘永利长老的手稿。那这个是一开始潘老先生他的手稿，那手稿也很有趣的是，他的第一排是噶哈巫语，然后他的后面这一排其实是台语的罗马拼音。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保留他的，包含我们在做字典的时候，我们还特别保留他的台语的解释，是因为噶哈巫族到后来，其实目前的老人家惯用的语言还是以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台语为主。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在他的思维里面，用闽南语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族语，可能比用中文来解释这个族语还要来得准确。因为教会呢，先到的或者是牧师呢，通常都会教导我们的八仔族的跟卡阿布的，他们去学罗马拼音，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把他们的母语呢，就是记录下来。普里的平埔族群呢，唯一保有能够有语言传承下来的，就是八仔族卡阿布。牛眠教会有145年的历史，对保存卡阿布语有重要贡献。潘永利长老从父亲遗物找到相关卡阿布语的语言资料，视为珍宝。又在教会学到罗马字的书写能力，在几位语言专家与族人的努力下，共同完成了这部有3000多个词汇的分类词典。有族语认证的族群，保存族语都不是那么容易了，更何况说我们已经有教材。其实如果政府愿意让我们加入族语认证，然后有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诱因的话，我相信对于族群文化的保留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阿罗马瓜噶哈布阿汉噶哈布乌塞。每天下午，牛眠社区活动中心成了织女们的世界。70、80岁的阿妈们都是这一两年才开始接触织布的。当年轻一代低头专心滑手机时，他们发苍苍事茫茫，却执迷于低头织布。他们说自己都是胡乱做打发时间而已，但看他们一件件鲜艳美丽的作品，感受到他们那如年轻奔放一般源源不绝的生命在流动。我想我们出到这个年纪了还要做这个很棒。我出来这个准备考起，我是不会做的。爱有耐心啊，你若无耐心哦，做不啦。哈布就是我们族群啊，就是的。好，噶哈巫啊，不努包吧，就是噶哈巫的第一名的标记。好，目前国内外吼看的古文物里面，大概有200多件是属于噶哈巫和八仔族的古文物。那为什么这两个族群我现在暂时没有把它分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我们看了那么多文物，其实因为采集地的不确定，所以就变成说这两个族群的文物还是很难去做区别的。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台大看到的，人类学习看到的服饰基本上都是以大囊跟牛眠。为什么要做这织布计划，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把我们传统的传统服饰、传统的文物，然后重新把它织回来，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说真正代表你噶哈巫族群的衣服。其实我们传统上呢，依照文献上其实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说我们原来的服装呢，这个部分下摆部分要再提高到胸下，对，当然不可能说这边完全裸露咯。我们里面的裙子呢其实是两片布，然后在脖子上往后交缠，所以对我们的外套很短，但是上衣很短，但是我们的裙子那么高，但该遮的都遮住了，可是又很有层次。然后我们的腰间呢，再系一条织带。我觉得其实服装真的是族群的身份证，那是一种仪式。你穿上它以后，其实你就会
你会有一种自我暗示，就是说，哎，我是一个很美丽的噶哈巫族人。已经有百年历史的牛眠井武馆已经传到第五代。从早期没有电视娱乐的农业时代，牛眠村崇尚武术，他们靠练武强身凝聚向心力保家卫民，到后来发展民俗舞狮，牛眠的狮阵舞出全国冠军来，在牛眠缔造传奇的记录。这个武馆哦，为人家传下来保乡卫民，二十年的中间吼，全国战了了，咱第一名。我嘛希望自己啊，借这个机会吼，感谢各位来甲咱，欢迎各位来咱参加。啊，而且呢，感谢各位吼，对咱文山这个赛阵吼，尤其这细汉这样的吼，给他们掌声，给他们鼓励。最后，而且呢，祝各位新年快乐，谢谢。早期为了争水源，村落之间常有一触即发的情势，各村成立武馆来保护村庄及保住水源。后来妈祖信仰兴盛，练武弄狮为迎妈祖，牛眠狮阵也因此扬名。我们埔里镇啊，迎妈祖啊或什么的，我们都迎妈祖啦，迎妈祖那一年一处的啦。那就是后来有举办全国比赛，全国比赛的话，那时候我们村里的都去参加嘛，那时候去的话，可以说出去都是得第一名回来，常常得冠军呢，所以知名度比较高啊。迎妈祖那个节日哈，全埔里镇的狮子镇哈都出去，啊，我们牛眠里都是男的，就是舞狮队，妇女就是煮那个中餐晚餐准备回来要吃的，晚上全村庄都一起享用这样。你会怕啥？四三后，四三后，四三五。哎！最会打架的，哎，那是50年前哦，很多家长也都要鼓励出来哦，练拳练武师啊，对，因为他们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啊，所以说他们出来的话，第一不会乱跑，不会玩电脑，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啊。就是我阿妈叫我来练的，要防身，嗯，也是为了学防身。还是要去比赛练。就是有去比赛的，对啦，这个比赛是比什么？比就是团队精神。好，加油！百年来武馆数度迁移，也曾几度休馆，但现在重新复出，一周排练两天，师兄师父义务免费传授给新生代。老师傅希望传授武艺，可以健身又防身，也能继续缔造牛眠的传奇纪录。
当前叫素雨家，我现在叫你今晚会长，冲吧，冲吧，进武术馆，能高大寸是埔里重要的灌溉水，让埔里水质充沛又干净，加上平均23度左右的气温，这些形成了最适合种植茭白笋的天然因素。那那么漂亮，你看，哇，没有，伊这个背脊有啊，哦，就我下面呢，爱三角形啊嘞，嗯，啊伊这挂是安尼挂，三角形。欸就这几条，啊，无这几条，只剩拢在3000后就有啊啦。那这个叶子有什么用处吗？这个叶子啊，它可以做那个做造纸啊。所以你有卖给他们？没有啦，我们都是放在田里用鸡肥啊。啊，这个又过较年轻化的，拢外劳的啊。越南嫁过来有没有？嗯嗯、他们呢、啊嗯嗯？嫁过来的时候啊，让他们经营，哎、啊，可以走了、嗯。你说像你这样年纪的男生做这个不多哈、哦？这个较侪喽，以前不多，这个较侪啊、嗯。现在很多是为什么？现在好赚？不是啦，就外口工课较无啊，拢等下做产了。为了增加一起收成，普遍使用夜间照明。即使会增加用电开销，对农民而言，一起收成就是一笔收入。夜间照明也是家计的亮光。所以你们是自己本身对做农比较有兴趣啦，哈？就从小做到大了，为了生活啊。对啊，混口饭吃而已啊。埔里茭白笋占台湾总面积的85.9%，是这里大宗的农产品。这一户全家三代种植茭白笋，种出家人的好感情。埔里地区好山好水，人也好相处。茭白笋有美人腿的封号，一群妇女一起工作，为美人腿宣传，乐此不疲。我们现在要秀的是美埔里的美人腿。走秀，走对 model， 对的。吃茭白笋，赞。面粉、太白粉，还有花粉、花粉，还有黑糖，最主要的就是黑糖。对，走在牛眠街上。遇见埔里镇妇女会正在进行每个月的黑糖糕公益活动，他们制作简单又好吃的黑糖糕原料，所得金额都拿来做公益。这个是黑糖糕，哎，都没有防腐剂的，葡萄干啊、蔓越莓啊、坚果类的都可以。做好的时候哈，上面撒一个芝麻，很漂亮哈。对啊，好漂亮。做了这个之后，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对，公益事业都有。公益的，像我们元月18号要带埔里国中特教的学生，要到他们有一个联谊活动哦，我们就带小朋友一起去同乐，然后请他们吃个午餐，这样。埔里会赞。原本以前这些长辈都是在家里，可能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啊，还是说他可能只是在这个庙外面坐着聊天喝酒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资源引进进来的话，然后让这些长辈就可以有每天运动，让他们延缓他们老化这样子。如果这些长辈一直没有把他请出来的话，然后他们只会待在家里，日子更老化、更忧郁，然后甚至没有人管，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人去关心他。那这个社区，他不但是健康出去，他还是个那个社交圈的扩大，让他觉得说，哎，我活着，哎，很快乐。来到这边，还有一些老朋友一起共乐，就像以前的时代，有没有？我们大家都会聚在院子里面，然后一个大家庭那种感觉。啊，你卡好啊，弄好啊哈。卡无弄。啊，是腰椎骨，你个阿掉腰椎骨啦，去开腰椎骨哈。
爱你爱啦。爱我爱呀，好啦好啦，我你爱。真的啊？真的真的，你爱你爱。想不到啦。哦，啊，哎，看你啊，身体好就做好啊。南投县独有的长青健康活力补给站，共有六个据点，服务140位较健康、以预防老化为主的长辈为对象。社工阿凯和补给站的赵福源与长辈的相处都非常愉快。阿凯告诉我们，一般健康的老人不求物质丰富，只愿享受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温暖与乐趣。渔民地方发展史有许多特色，这里可以誉为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稻埔里地区的电力、水利都优先从这里开始。而从望族宅院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多元族群深受汉文化影响。在清代开始呢，汉文化就变成主流文化了哈。那重要一个就是空间，部落的空间跟建筑的改变哈。那过去也不外乎都是就地取材啊，那后来呢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啊，所以有一些平埔族群呢、啊，因为基本上埔里的大地主都是平埔族群，所以到日据初期呢，平埔族群的大地主呢会去用汉人的建筑格式啊来建筑。1927年盖的潘家古宅。看出雕龙画栋的细致，当年还是从石冈特别请来客家工匠来盖的。早期当地人视为神秘的大宅院，不敌921的强震直入，震垮之后不见修复，而埔里早期的建筑特色土角厝也被震垮不复建。这个完全是我们从田里那个纯粹完全的土，哦，啊放在旁边一个场地。他就放在一个模子啊，那个模子就是木板的一个模子，再把那个土放进去啊，在放进去之前那个土就是和那个我们那个泥坑和着搅在一起。你自己有没有住过这个房子？住到有，就是住到我们那脚椅那个垮掉，因为就是最重要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上下的压力，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你觉得这种房子住起来跟哇好凉爽，根本就不用什么冷气，什么都冷下了。传统建筑的消失，宛如一个世代交替的来临。921震垮了传统建筑，但也震出了噶埔的民族觉醒。一直到了皇民化运动啊，这个招标的跟勘点的习俗的，慢慢的被禁足下来了。所以一直到战后呢，也都没有举行哈。到了1998年呢，就是因为受到台湾原住民的运动，啊加上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呢，所以平埔族群呢就开始做了文化互助的工作。1992年的9月21号发生的地震哈，那这个地震在重建过程当中呢，就引起了八仔族群跟卡埔族群文化互助的使命哈。这几年卡埔努力从八仔族走出来。复振语言、织布、技艺等文化，建立自己的民族标记。到后来，很多东西还是混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日本时代的分类方式，他就把两个族群视为一个族群来看。那所以到后来，其实到很多东西当初没有记录，到现在来讲，要去做这样子的理清，就会产生更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不管把这些跟噶哈布原本一不一样，或是怎么样，但是这两个族群。比较清楚的是，他两个从以前到现在几乎都是邻居。那所以其实他的文化交流了几千年，到底是哪一个是纯八仔族文化，哪一个是纯卡埔族文化，其实是说不清的。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无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从我们从祖居地的时候，因人家局来做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八仔族的也会说，欸，住在东边那个部落的那群人叫卡埔，然后我们的老人家。搬到埔里的时候也会说我们是噶哈布。这些年来我们参与那个游民会的平埔活力计划，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从文化层面，从语言层面慢慢去把我们的族亲哈，他对我们自己这个部落这个族群的那个认同感再加深一点。
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还有很深的一个族群认同，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就几乎都已经被同化掉了。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种一连串的文化那个互振活动，除了说自己本身还有我们长辈以外，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说，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我们还要很珍惜我们的文化，而且要把过去的文化逐渐把它找回来。谢谢你们，再次的谢谢你们参与港澳文教协会的共新年，感恩，再见。